係 Mira。你好，我是 Mira， 我現在是香港，我來了跑房，香港懷舊式跑房，銅鑼灣的某棟建築物裡面。就這樣，然後呢，我跟 Crystal， 還有，你為什麼要這個眼睛？還有親愛的 Cynthia， 來吃這個跑房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吃跑房？哦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？这边那跟我想象中太不一样，像中是那种像台湾的夜市牛排那种，就是会很吵，然后铁板就死人这样上来，就一进来臭味。对，待会会、哦、是吗？可是现在还没，竟然好像以前那个西餐厅的感觉，这个是西餐厅吗？对，这是西餐厅，对，这就是爬房，对，爬房。我呢就因为我喜欢罗宋汤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嗌了红汤啦。我们两个都是红汤，然后他说他要白汤，他又没有在这样讲的。你要蔬菜汤还是玉米浓汤？可是我们没有玉米，我们这个只是 cream。我发现了，他没有玉米。对，就是、可是台湾都会有玉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你知道他刚跟我说白汤和红汤，我以为是要淋在牛排上面的酱，啊、像牛肉酱好像黑胡椒酱。那、啊、我还说，哇，黑胡椒了。啊，对。其实本来应该是有的选的，可是我们这个没有。好，然之后咧就系我最中意嘅部分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餐包。咁通常我系唔会用呢个刀嚟擦牛油噶，唔知点解好中意用呢个刀咧，跟住切开牛油，然之后我会咁样去擦咯。个人嚟讲咧，食牛油咧，食牛油餐咧有个小癖好嘅，就系我唔中意将啲牛油整到溶晒，我中意啲牛油系超硬，佢呢个都略嫌有少少溶溶地。因為我覺得如果它硬的話，你這樣咬下去你就會覺得哇，好像是菠蘿油的感覺。它不是，它已經溶了。它是麵包牛柱，怎麼這麼 Q 的？我來啦，熟一點的，我的謝謝。哇，真期待。前面我们都会把这个筋给打开，挡住，然后这样。啊，台湾也会。我要的是七成。唔该。有冇茄汁同埋椰汁啊？很喜欢茄汁同埋椰汁的结合。我回来这种怀旧爬房吃饭也蛮有趣的。对。等一下，这个人呢，因为他买了 iPhone 11，他现在在炫耀他自拍可以广角，哦，好羡慕哦！一二三，哇！啊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走！啊，天哪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的手。我觉得像，比如说今天我没有带相机，然后突然想要拍 vlog， 我就可以用那个广角。哎，关了，没得买。我现在来到可乐的家，我还在苦恼要不要买手机。我们来卸妆，向左向右向前看。你不忘记歌词？来来，我已经说，谁已经谁在最多远的未来。饮茶，好耐冇饮茶啦。到咗，对住 Times Square。嗨，点真嘅字。我第一次用呢、這、一个， okay. 我俾人诈骗嗰个啊。呢度好似冇咸水果啦。啊，冇咸水果，最中意嘅咸水果。呢个咩噶？哇，咁快嘅，劲靓啊！呢个七彩茄子啦，呢个系鸡皮。好中意食粉皮。炸鱿鱼，酥。同啲外国人嚟食咧，咁我就会嚟呢个。好食啊呢個！咁我其實不嬲都好中意著黑色衫嘅人嚟嘅。我翻嚟香港咧，都有好多人同我講話，會唔會著少啲黑色衫會好啲啊？但我覺得我不嬲都係一個黑色衫嘅愛好者咯，冇理由因為可能發生咗啲咩事，跟住我唔著黑色衫噶嘛。所以咧，今日咧，我依然都係著咗黑色衫出嚟嘅。大家都要安全啊，知唔知啊？好得意啊！好，一二三，我屈到落去。好样衰啊真系！
食嘅。嗯，好。炒蓉包。其實咧，唔講可能大家唔知道，我係成日都翻嚟香港嘅，但係好多時翻嚟香港都唔會特別拍 vlog， 所以大家如果喺片度就可能唔會成日見到我喺香港嘅蹤影。但係我近排又覺得我想記錄下多啲香港美麗嘅風景，而家香港變化太大啦，可能今日嘅香港同聽日香港已經唔同咗好多，所以想盡可能又將我心目中嘅香港可以記錄一下。我留意到其實沿途咧唔係太多人係著黑色衫，即除咗制服咯，便服嘅話，我覺得唔算多黑色衫。嗨，街坊組，我今日要同 Cynthia 拍片啦。呢套嘢好搞笑。而家我哋入咗便利店，我哋要揀我哋嘅食材啦。頭先話我哋兩個都係地獄級。Sorry， 我識煮嘢食噶，我絕對不是地獄級。但我想講咧，呢一個係超級難食。呢、这、一個韓式手卷黐個線係難食到爆炸，難食到嘔！大家千祈唔好買，係乾嘅，乾到咧，哇！嗨，我做咩入嚟就黐我啊？佢頭先咧用佢身體磨蹭我隻腳。喵喵，嗨！好得意啊！你知唔知你好得意？哎呦，佢又過嚟，佢又過嚟。佢咬痕咯，好啊！我咪要俾佢聞下我先嘅，其實冇所謂噶，你直接摸佢都得噶。佢聞啊，佢而家聞。啊！佢舐我啊！哎呀，好開心啊！香啊佢，哎呀，好味啊，好味啊，嚼嚼声食到，嚼嚼声好好食啊，好好食啊，呢个麦香，麦香，我接近俾你，好得意啊，我第一次咁样喂猫，冇啦，都冇佢都会期望仲有嘅。好了，冇曬了，知道冇？食完走咯，資本主義者，又係一個嘢食先個講，太空灰啊，是不是很廣？你躲不了，躲不掉，超廣啊它。手機咧係大概 iOS 幾多咧？如果你上咗最新咧，而家有個轉資料嘅技術，就係你可以兩部拍埋。咁其實佢用翻相同 WiFi， 佢會認到大家，咁就唔係淨過 setting 啦，就過曬全部。我們今天要 take over Mira 的 vlog， 這個影片不是 Mira 的 vlog， 是 Cynthia 跟 Crystal 的 vlog。然後大家全都切掉，就沒有人要看。欢迎我们的嘉宾，欢迎我们的嘉宾 Mira。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拍 vlog。嚟咗 office， 好勤力咁样去做紧嘢嘅两位同事们咯，跟住我就喺度等佢哋收工，收到直切，好爱香味啊我，好香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跟大家道歉。好，这样子经纪人像话吗？我没在说什么，我没有。你们身为经纪人，你们这样子对吗？你都是很优秀的经纪人，他负责你的哦。是他。哎，他可以拍到我吗？对啊，还拍到你。还拍到。OK 了，脚。OK。好棒哦，可是他真的好鱼眼。